中国体育报：中国女排奋斗四十载，拼搏铸辉煌。十一月十六日是全国体育工作者值得铭记的日子。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，中国女排在主教练袁伟民的带领下，经过五年艰苦卓绝的创业奋斗，终于实现了冲出亚洲、走向世界的宏伟目标。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女排世界杯赛上，首夺世界冠军。以袁伟民为核心的中国女排教练团队学习、吸收世界排坛先进训练理念和技战术，融会贯通。 积极创新，根据中国运动员的特点，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排球特色的快速、全面、多变的技战术风格。女排精神极大的鼓舞并激励了各行各业的中国人昂扬向上，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信心和决心。中国女排虽一度在成绩上有所起伏，但全国排球工作者不忘初心，潜心钻研，刻苦训练，为中国女排重新崛起努力积蓄力量。北京奥运周期和伦敦奥运周期，中国女排遭遇了队伍人员老化。 伤病困扰严重等一系列问题，再度步入低谷，但女排精神始终没有丢。郎平在2013年第二次执教中国女排后，新一届中国女排凝聚集体主义力量，全国排球工作者心往一块想。 劲往一处使，发扬举国体制优势，全国上下一盘棋，让中国女排迅速从低谷处向上攀登，将集体的力量与个人的努力在团结协作中高度统一，形成强大的合力，将团结作为制胜的核心要义，最终实现了新一届中国女排在二零一五年女排世界杯、二零一六年里约奥运会和二零一九年女排世界杯上的三夺世界冠军，再创女排辉煌。